行吧，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做介绍咯，就是我今天是如何的玩真的。我还准备了一支这个笔，如果等一下真的抽得太差的话，我就要像浮玄一样把那个 Type C 的孔画在额头上，看可不可以开个眼。 Type C 的线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知道，我超紧张的，帮别人抽啊比自己抽还要更紧张，而且心情会很复杂。如果我抽得很好呢，就表示抽的是我的账号，如果我抽得不好呢，就表示抽的是我这个人啊。普通说，希望黑粉不要真的成为黑粉。你不要再给我压力了，我要扁掉了。来，第一个试抽哦。哦哦哦，好像没事，无事发生，无事发生。我看一下，林可吧，先来一只林可吧，先让我达成基本任务的一半吧，先来一只林可好吗？啊，等一下。都是小女孩，但是我不要胡克，我要林可啦。好，完蛋了，出事，第一个石抽就有点微的开始，我该怎么办呢？我要用左手咯，各位，左手，嘿，第二石抽，哦，刚闪一下，怎么回事？好清楚哦，不需要那么清楚吧？唯有沉默。你在我抽我自己的号的时候来多好啊，但很唯有沉默。不是现在，你这样会害我只有沉默啦。林可，林可，给我林可啦。我不想要再看到瑞剑，我想要林可。首席黑粉说好像有一点臭味慢慢飘出来了。松弛的状态，要眼神无光，整个人的情绪要很平缓，面无表情的状态。我要进入那个境界了，大家。也不要锐剑，是配啦。双四星是好事，但是 pick up 怎么三分之一的机会？我只是要一个林可，怎么办？这招没有用。虎克的到来让我的命途整个都漆黑了起来。Type C 缠起来，这样应该有用了吧？缠起来，我要求也不多，先来一张林可，求你了。我要求真的不多，先给我一张林可就好了。三，唉，双四星，双四星是很好啦，可是余生的第一天怎么办？怎么办？一四十抽我一张林可都没有，怎么办？Type C 要怎么画啊？我看看，一个菱形。好，先这样。如果等一下还是抽不出来的话，再涂色，一步一步来吧。第五十抽，我不要林可，我才不想要林可，我也不想要浮玄，你们最好都不要来，都不要来哦，你们都不要来，浮玄跟林可，我劝你们是都不要来我家，最好一个都不要来哦。五十，哦，我不要林可。抽到林可我才不会开心呢，我觉得我不想要林可，真的不用来林可，我不需要林可。对，没错，我不要林可。佩拉不要再来了啦，佩拉伊拉奈，佩拉太多了啦。啊，没用，啥都没用，咋整呢？三月七甚至不是这次的 pick up， 三月七怎么办？我现在下跪来得及吗？我把希尔先暂时换成那个朗道家的哥哥，暂时的哦。林可回家哦，林可小朋友，你的哥哥姐姐在找你，请你赶快回家。Dansky 说，主要目标不是浮玄吗？怎么变林可？不是，我连林可都抽不出来，我怎么能够期待浮玄会来呢？哦，他要唱歌了。
谢谢你的表演，谢谢你的表演，杰哥，让我有勇气跟自信。第60抽，哦，6、7，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佩拉要这样对我？我做了什么啊？我做了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对待？林克，要死啊！终于来一只林克，饱了！哦，谢谢，姐妹俩一起来 ，wonderful！ 现在呢，我是何等的卑微，来了四星，我就高兴的跟什么一样？要先虔诚的祈祷一下。好，第70抽，哦，顿了一下，有吗？蝉蝇，会不会凶蛋黄啊？开始贪心，来啊！虎克好可爱，好喜欢虎克哦 ，ski， 可以，这抽很可以。觉得呢，在额头上面开眼，开这个菱形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有用，我要加强一下哦，加强一下。现在我们要进入本日的第80抽，同时也是光锥池的第1个10抽。好的，四星。哎，来了一个天马，哎，是不是表示我世界计划？哎，不对，不要跳游，没事。怎么办？光锥怎么会抽成这个样子啦？首席黑粉怎么办？光锥抽的好差。都是哦嘎，又是此时恰好。罗刹是不是出来刷存在感了？提醒大家，就算有了浮旋，也不要忘了本大爷是很好用的。八。佩拉，怎么又是你啊，佩拉 ？Why always 佩拉？我今天有人算我今天出了几只佩拉吗？三四星是很棒，我宁可这3张4星换成1张0可啊！怎么会这样啊 ？Oh my god！ 第70抽，那我就模拟取消39次哦。1、2、3、8，第70抽39，有吗？有蝉翼真的有用了，咪咕大法，假的咪咕大法也有用了。洛璃说但只是因为保底了，不是洛璃，保底是90抽，我们第70抽就出了，你要相信咪咕大法好不好？相信咪咕大法，有，再来七，有必要这么后面吗？八，哦 ，yes， 各位观众。0+1结案，谢谢大家！140抽，0+1结案，各位让我们一起高歌附送。39大法是真的，你永远可以相信39大法。不管你有没有玩《世界计划》这款游戏，你都可以相信初音未来，赞啦 ！Alex 说不是要1+1，但是 Alex 没有0+1就不会有1+1，所以首先要确保0+1，好不好？先确保0+1，好，往后开喽。1、5星、1、4星，140抽，现在要来继续抽浮旋跟林可了，那我们就往后走咯。第150抽，好，看看这个十抽可不可以补几张林可吧。 Yes， 林可加一， OK， 这样还差5张哦。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170抽，哎呦，没呢，170。哎，佩拉太多了啦！
不是佩拉你要来没关系，但你来你要带林可来啊，好姐妹要一对一对来，你这样子我只有两个林可可以配给你耶，其他的佩拉怎么办？其他佩拉不就落单了吗？真的是齁，请自备林可好吗佩拉。我才刚讲完又来一只佩拉，又一只佩拉 again one more 佩拉 what the hell。 哎呦杰哥不高兴了，杰哥要揍人了，林可妹妹再不回家的话哥哥要发起一些攻击咯。哎，要上歌了。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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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杰哥为我们演唱了本日的唱歌 BGM， 谢谢谢谢谢谢这位杰哥。下面呢，在杰哥的精彩的演出之后，我们来进入第180抽，究竟杰哥的动人音弦、动人音符能不能感动我们的福玄，让福玄回家呢？我们看下去，第180抽，你太快了吧！好。那个杰哥的歌声呢并不能感动任何人，没有任何人要回家，我们就看小妹妹林可会不会受到感召咯，反正福玄是没有被感动了。来啦、啊、妹妹回家了。哎哎，杰哥杰哥，你妹喜欢听你唱歌耶，杰哥有戏哦有戏哦，差三有戏哦。第190抽哦，停很久耶。哎，但是车票很清楚。林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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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界线来了，真人只来一张，但是是林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稳的稳的稳的。林可要满星魂还差三只，然后还差一只浮玄，剩下30抽的机会，我想要等哥哥再唱一首歌，我觉得哥哥唱歌是有助于抽卡的。那那那那No, no, no, no. 谢谢杰哥精彩的演唱，那我们火速的进入抽卡环节，第200抽 Go。 哎呦四星哦，五，各位各位，请大家告诉周边的亲朋好友，想要抽林可的人请开杰哥当 leader， 然后等到杰哥唱完歌之后再抽，林可就会来。各位，杰哥大法是真的。好，那我们这个十抽又补了一只林可啊。变形虫说拍照功能可以直接用待机动作哦，对啊可以，但是我觉得要在那边慢慢的等待杰哥真的想要唱歌的时候会比较灵验。第220抽，哎，苍蝇苍蝇，那个苍蝇苍蝇，各位那个耳机的音量调一下，耳机的音量调一下哦，各位。林可，哇，第一张就林可，四 ，yes， 各位，我达成任务了，大家看到了吗？首席黑粉，我达成你的任务了，差林可。林可再来，林可再来一只，我就完美达成你的进阶任务了。林可再来一只，如果双蛋双四星的话，再来一只林可。哇，好开心哦！我抽自己的抽这么好，我都没有那么开心耶。可是帮别人抽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抽的也普通，但对我来讲是抽的很好的一次，我就觉得对观众有交代了，好开心哦！这样黑粉应该不会真的变黑粉了吧？双四星，但、有点可惜，不是林可，可是人要知足，人要知足，我觉得很好了，谢谢丹恒。好的，那这个第220抽呢，来了一张五星跟两张四星哦。五星呢是我们的浮玄，这一次抽浮玄是完全没有歪的，从光追到我们的角色都没有歪。首席黑粉说还有星芒可以换。你要继续吗，首席黑粉？等杰哥开个金嗓啊，这样我是不是要开我的账号抽一下？来了。那那那那那那那，谢谢杰哥，那我们开始抽卡吧。今天的第230抽 Go。好的好的，四星四星，没有问题。究竟杰哥大法可不可以继续展现他的神机呢？一、二、
谢谢各位，请跟我附送一次聊天室刷起来，杰哥大法是真的，230抽达到进阶任务哦，一加一，然后加林可满命，又来一只林可，行，那我们这个超额230抽林可来吧，四星32，哇，保底最后一个九。佩拉，我自己的账号也出佩拉，你要确定耶，佩拉，还好我的佩拉现在只有一星魂，不然真的是哭死。八，还真的只有佩拉，什么东西，佩拉。我看你是跟我杠上喽，佩拉！我今天不抽出一个林可，我还真的就不关哦。我今天就是要抽一个林可出来。我就不信我抽不到林可，我就不相信有这种事。那那那那。No, no, no, no. 第60抽哦，林可，我就说嘛，林可，我就不信我抽不出一只林可，水啦，林可一只鹿了，80抽该出货了吧，朋友？没有，哦，好。残影各位，耳机音量预警哦，耳机音量预警，音量预警各位，音量预警，开局虎克不好吧？二四五，怎么后面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各位。现在是可以使用掌声的时候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吴璇林嘉玲顺利达成，谢谢大家，我是萱萱，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也可以按右下角的超级感谢支持我，我们下次见，拜拜。